中午下班了，所有的蚕友在我们工厂门口等待开饭。每天中午，我们的蚕友都会在我们的车间门口吃饭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行政小姐姐去给我们端饭。因为我们都不方便，所以每天行政小姐姐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去给我们到池塘打好饭，然后跟我们的阿姨一起把我们的饭菜送到我们的车间门口。我们的阿姨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阿姨，每天行政小姐姐都要提前给我们的蚕茧兄弟姐妹然后打好饭菜。在我们的蚕茧工厂，每一位管理人员都是非常有爱心，非常有大爱，愿意服务于我们蚕茧兄弟姐妹的，所以在这里非常感恩我们每一位愿意支持蚕茧事业，愿意为蚕茧事业付出的社会各界好心人士和爱心人士，为我们有爱心的小姐姐点赞。